酒红的窗框设计带有质感，从落地玻璃即可看见店内的情况，往里头看还能看见师傅们正忙碌烘焙的模样。 Lugut 刚成立时夹带强大声势，当时还曾经由吴宝春师傅技术指导过。狭长型的店内空间不算大，但挑高空间给人舒适优雅的空间氛围。架上陈列的面包种类，从外形和口味的设计都有自己的风格。一口咬下这里的面包，首先会对扎实的质地感到惊艳，紧接着感受到面粉香气。有喜欢的口味，记得早点来，不然可是会被买光的哦。